阿翔的老婆 Grace 与阿翔结婚后，陆续迎来三个宝贝儿女，时常在社群分享日常的她，基于难得和老公进行为情侣深夜的不可能任务，她在社群上透露托外婆的大爱，让我们能出门放风，夫妻俩趁机会出门看电影啦。内文中写下的竟是对阿汤哥的崇拜，几乎怎么60岁还能帅到极点，更感叹完全冻龄啊！配图附上了阿翔的同框照，只不过有网友发现小两口的合照中，夫妻似乎站得太远了，纷纷在留言区表示好遥远的距离，两个站太远了啦。让 Grace 先生回复很近了，更网友笑说放闪可以大方一点啦，这让 Grace 害羞表示没有闪啊，超低调的夫妻互动意外引发热议。Bye.